而且它飞高高的时候还会压你大腿，就是怕你滑掉，蛮好玩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看到身后漂亮的建筑物了没有？哇，这个惠安感，没错，我今天又来到了 Barber Shop 888。上次的 NG 小姐姐真的是我的菜，不过呢，因为大家留言跟我说，强尼啊，其实里面还有更多很棒的小姐姐，她们技术都不错哦，你可以再过来帮大家体验看看吗？让大家认识更多小姐姐。于是我就问老板啦，那他们当然很欢迎啦。所以今天到底是哪一位小姐姐，还是依然是我那个心心念念的 NG 小姐姐呢？跟你们一样，真的都不知道老板是怎么样的安排哦。所以呢，跟着我进去看看吧。你好，你好，哇哦，柜台小姐姐怎么好像越来越漂亮？这个就是价钱的部分了，60分钟35万，超划算的。其实价码都中规中矩，而且算便宜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红男 MV 啊，哦，是就是他，这个旗袍大家看一下，哇，那真的是很厉害。OK OK， 老板真的很会设计耶，来这里的感觉就是那种土豪感了。好，谢谢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啦，边洗脚的时候你就选一下你的选择，然后你喜欢什么。我觉得这边很好的地方就是呢，如果你想要享受那种比较奢华风啊，真的就是那种皇帝的感觉的话，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。高包妞。170耶，超高的耶，但是这高。他们洗脚也是花了10分钟左右，就是蛮认真的，很仔细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上去哦。不过，你看这里都还会有喝的，因为我刚刚有勾选来，服务真的不错。刚在楼下遇到超多台湾粉丝的哦，就是他们也是慕名而来啦，那希望他们都能够体验很好。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体验的时候呢，跟我回报一下你们的感想啊，到底有没有每一位小姐姐的平均素质都这么好？因为毕竟我体验的时候都还不错。对不起，我话太多。超赞的，喜欢 M V a l o w yeah， M V 한영，한영，敏呆 ，Yeah， 니 캄보디아 right？ 最近呢，粉丝教会我，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啊，其实呢，并不是什么柬埔寨人或混血，其实那边有一个就是非常白的，类似民族吧，然后呢，就是长这样哦，难怪这么白哇！最近的小姐姐，原来那边都不错，下次要去那边看看。你们说想不想去那个地方看看啊？强尼带你们去好不好？如果要的话留言哈。啊，如果我看很多有反应，感觉流量不错，我就帮大家去做一集 vlog， 帮大家探索一下那个地方。
小姐姐按摩也是不错，他们的手法都有那个训练过的感觉。欸，他们按摩肩颈真的也都很赞美。好享受哦。真的是不错的体验呢，就是他按摩超久的啊，真的是很舒服。只不过压胸部这个环节是他们的特色吗？还是绝招吗？大家都可以体验看看，蛮好玩的哦。对哦，他们家都是面膜。这么舒服的体验跟感受呢，真的是必须要问一下那个小姐姐的个人信息啦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环节。而且真的她的那个改良旗袍啊，不忍直视啊，害羞啊。你们等哪集？你们等三米姐姐。你包牛队。21 这个像21吗？各位观众，170公分，然后21岁，哇、哦哇，这个超龄的表现啦。真的觉得他可以当 model 哎，那我故意呢，就是那么久呢，还留了一题给大家，就是要你们专心看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才要问哦，你要讲你很坏吧 ？M 星的麦，金牛座务实啊。
又来到了这个美败的地方，就是这个，你看手都可以窥很好，感觉很不错。而且它飞高高的时候还会压你大腿，就是怕你滑掉，蛮好玩的。哦，那就是体验完了。你看，哎，我们这高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样搭吗？搭吗？我185哦，然后他穿上高跟鞋，哇，直逼我的身高，应该蛮符合我的标准的哦。那我有一说一哦，因为他只有5个月嘛，那确实他按摩非常的认真，不过我感受得到生疏感。但是他的采耳非常的惊为天人，所以呢，就靠各位哥哥姐姐多来，然后呢，选择他，让他多多练习啦，为了他好啦。今天真的很谢谢他，感恩，谢谢。啊，那真的是很漂亮，而且很亲切哦。今天呢，一样是在 Barber 888这边的体验，哎，真的不错呢。所以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赶快来吧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